焦点视频星 Sir 亦学情缘嘅时间，荧光幕见到星 Sir 喺度。Hello，大家好呀！我星 Sir 黄伟星师傅，哇，星 Sir 啊，今日咧我哋录影嘅时间咧就1月4号啊。咁啊，我睇到新闻咧，前日咧就有一单新闻咧，咁就系法庭嘅案件嚟嘅。哇，咁啊，即系好印象深刻啊！一个3年前16岁嘅哥哥，同佢14岁嘅妹妹咧。咁啊，發生性行為，仲要唔止係一次、兩次，咁啊，最後點解東窗事發呢？因為原來因奸成因，咁啊，成件事都好即係嚇，好戲劇性嘅嚇。咁啊，兩次，第一次呢，妹妹係拒絕嘅，第二次呢，就同意嘅。咁當然啦，亦都可能啊，即係被逼就範咁嘅意思啦，咁樣係嘛？咁所以即係一啲咁嘅案件，其實。喺嗰個命理上，會唔會都有一啲同樣嘅人，原來好容易喺我哋身邊？会啊，会啊，会啊，咁所以咧，今堂咧，我就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下啦，因为一睇完呢单 case 咧，就即刻谂翻起啊，以前咧就帮过有好几个客啦，呢个其中一个例子，其中我一阵间会举两个，都系有同一粒星，呢粒叫咩星咧？其实咧就系今堂讲一个叫红焰煞星啊，红焰煞星。咁好啦，咁啊，首先讲下啦，呢个红焰煞星有咩咁特别咧？会令到啲人会容易喺一啲感情上啊、情欲上方面咧会出错出轨，原来系会有嘅。原来咧讲到明啦，红焰煞你听到呢个名咧，都知道真系都系同一啲色情有关啦咁其实咧，我想讲下就话，如果喺命格当中你识八字。你睇到自己嘅男朋友或者系女朋友对你认唔认真嘅时候，喂，佢系咪真心啊？好多时啲人算命啊，喂，呢个系咪最后个男朋友？呢个系咪真心啊？系咪玩下玩下？记住睇一粒星，睇下佢有冇就系红焰煞。好啦，红焰咧系代表个人啦，风流啦，多情好色啦，咁啊，同埋咧会容易咧有一啲外遇桃花嘅机会嘅，咁啊，所以咧不论男女命啊，有呢粒星咧，都会好容易有一啲婚外情啊、私情啊，或者系婚后咧就亦都会有一啲情人嘅出现嘅。咁我咧就想讲下，其实就系红焰煞。其实红焰煞咧本身咧个人咧个内心咧就好中意一啲情欲性嘅嘢嘅，不论男女都系嘅。咁同埋一样嘢咧，就系佢会对嗰个人咧做一啲多手多腳嘅行為嘅，咁同埋咧，佢成日會中意試人哋嘅底線嘅。你發覺咧，有啲人咧好中意咧，成日咧就係問你食咗飯未啊，凍啊，着翻件衫啊，跟住又好多機會要約你出去啊，跟住咧就摸下你大髀啊，借啲椅啊，抽下你水啊，咁你知道咧，呢啲人嘅行為咧，好可能咧都係會有呢粒紅焰煞嘅星嘅。咁樣咧，我就曾經又有做過一啲客户咧，佢有呢粒星嘅時候咧，佢咧就幫一啲學生啊補習啊，咁啊補補下一集咧，當中咧亦都試過咧發生一啲關係嘅喎，呢啲喂系电影情节嚟嘅都喎。真係有嘅，唔係講笑嘅，我哋即係算命算咗咁多年，好多客好多情況我哋都見過，哇！咁原來咧。媽咪咧學識咗呢粒紅焰煞星咧，你請個補習老師咧，你都要問下佢喎，你出生年月日係咩喎？係嘛？睇一睇喎，一間可能一間唔覺意自己個女都犧牲咗俾 喎。钱你使，再俾埋个女你。係啊，會有呢咁嘅情況。哦，咁啊，仲有啲咩情況係要注意紅焰煞咧？除咗為識男女朋友，容易隨便啊，容易俾人呃咗之後，原來咧。請工人你都要注意嘅喎，請工人有關紅焰煞星咩事？梗係有關係啦，係嘛？嗱，你諗下，如果你請個姐姐翻嚟，佢本身命大就有紅焰煞星，咁啊多情啦、好色啦，咁啊凡係咧呢種人咧就有時咧佢好中意咧做一啲行為咧，令到咧你咧產生一啲幻想嘅喎。会幻想嘅喎，咁啊，同埋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好想揾快钱嘅，所以咧，红焰煞星嘅人咧，佢一系就揾
揾情人啦嚇，或者係呃飯食佬，我哋叫做嚇，或者係咧想揾快錢嘅。咁所以咧，佢咧喺性行為啊方面嚟講咧，有時好唔點點噶。咁啊，容易咧好放蕩啊嚇。咁啊，甚至門咧有一啲人咧係做一啲娼妓啊，咁啊都係屬於一啲紅顏殺星。咁你話喂係咪全部紅顏殺星嘅人都會有咧？咁當然啦，咁啊亦都有唔係嘅。咁啊，我哋要睇結構啦嚇。咁所以咧就深入嚟講咧，就要去報讀我嘅課程啦。咁但係今堂咧，我都即係好簡單啲同大家分享一下紅炎煞嘅結構。嗯，好啦，咁究竟紅炎煞係點樣去計算嘅咧？咁樣好想知嘅喎。咁原來咧日元地支咧紅炎煞者咧，咁咧就會有甲午日元啦、甲申日元啦、丙寅丁未啦、戊辰庚戌。身有任子，如果本身出世是这些咁嘅座下的天干和地支咧，咁样咧色欲方面咧会更加明显嘅，更加明显嘅。咁啊，亦都有一啲人咧，个个红焰煞咧系有一啲刑冲破害，要小心喎。啊，会容易有一啲受感染病毒嘅喎，啊，即係一啲係啊，你明白嗎？性病啦，性病啦，係啦，冇錯啦嚇。咁啊，以往我哋都即係有啲八字一睇就會知道嘅嚇，咁所以要知道，凡係有呢啲要注意小心啊。好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係咪一定咁樣一對對就一定係啱咧？嗱，依個只係一個本身命座嘅紅炎煞，因為有唔係嘅。咁有啲咧就係日干、天干咧，即係譬如甲木喺上邊嘅，而地支。見到紅炎煞，譬如地支見到五，咁佢有年、有月、有日、有時啊嘛，四柱啊嘛，係咪？我哋叫住咁，所以咧，你譬如甲木日元見到地支有個五火，就係紅炎煞啦。咁月木就見申，丙就見人，丁就見未，戊啊見辰，係嘛？己啊見辰，庚啊見戌，申啊見酉，壬啊見子，癸啊見申。咁所以你記住咯，查一查自己個日元，或者係你身邊嘅朋友。或者係相識嘅伴侶，尤其是我發覺而家好多客咧做咩網上識男朋友嘅喎，啊，跟住又同我講話，師傅啊，你幫我睇下依個男仔同我夾唔夾啊？一睇，哇，三處紅炎煞嘅，我唔使諗啦，你都知道我最後講嘅答案係乜嘢啦，係嘛？無謂嘥時間啦嚇，如果你諗住揾老公嘅嚇 ，OK， 咁啊講下例子啊。咁啊，頭先咧就講過啦，近排依個新聞啦，就係16歲啊嘅男仔啦，咁啊同佢個妹妹啦14歲咧就發生一個性行為啦，咁啊後屘咧就有咗懷咗孕啦，咁樣就驗出咗，咁後屘先知道嚇，媽咪先知道，咁啊咧依個例子咧嚇就唔係依單 case 啊，但係依個咧就係我以前嘅客。是真實例子，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嗯、好啦，咁啊，頭先叫咩咧？記唔記得？癸癸水，佢係癸水日元。好啦，坐下喺依個月令申就係紅炎煞啦。依、這個特登都 cap 埋俾你啊，紅炎煞呢粒星，原來佢命格當中就係帶住一粒紅炎嘅煞星喺個月令，成個八字當中咧，申子會水，天干有壬水，自己有癸水，自身又會化水喎。原來咧，佢咧。有五兄弟姊妹啊，咁啊依個係女性嚟嘅啊，咁樣咧就嗰陣時環境屋企唔係咁好啦，咁咧就五兄弟姊妹咧就瞓喺地下打地鋪嘅啊，咁啊大家咁樣啊就邊個有位就瞓邊度啦咁樣嚇，咁啊你知啊瞓瞓下咧，咁就即係好多唔覺意嗨下嗨下，咁樣咧隔離佢咧，佢嘅哥哥啊，佢嘅哥哥咁樣咧就產生咗一啲情欲啊出現啦，咁啊佢命帶之中啊有紅炎煞一粒星，咁壬水就係佢哥哥，壬水就係哥哥，坐下就係紅炎煞一粒星，咁你睇到啦，依個八字咧，依個自身合啊，自身合即係證明咧，依個紅炎煞星合入佢依個夫妻宮，即係代表咧佢哥哥咧成功得到佢自己個妹妹啊，咁啊亦都係產生一個一段時間嘅關係咁呢個情況啦嚇，咁直至到咧呢個女性咧啊，有一天咧就係生又係懷咗孕，呢個不過呢個係女命，又係懷咗孕啊，人形字啊，人生沖啊，咁所以咧
赢咗呢个咧，即系咧佢要落呢个小朋友，人生冲咧冲起咗呢个鸿雁杀声啊！咁样咧就要同屋企人讲：喂，我怀咗孕啊，点算啊？咁样要落仔啊！咁所以咧呢单 case 就系咁样。咁原来咧想教大家就系话，原来你命格当中有鸿雁杀声，而鸿雁杀声合住自己咧，即系代表你一生之中咧成日会遇到一啲咩色魔啊！去一啲色情場所啊，如果係或者去一啲娛樂場所，咪色情場所，咁啊俾人摸手摸腳啊，俾人哋抽水啊咁樣，咁啊記住啦，如果命格當中有呢啲星，千祈唔好做呢啲行業喎，啊，咁同埋咧係會紅葉煞星合身咧，係代表咧好早會容易失身啊，好早容易失身啊，啊咁啊要特別要注意小心啊，嗯，好啦，咁樣咧。令到佢咧呢个女命咧双官两透啊，咁样咧就双官系咪黑官煞啦？咁所以嚟讲咧，佢咧呢个咧系形成到佢一生之中嘅阴影啊，令到佢见到男人咧好抗拒啊，因为双官咧系黑官啊嘛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呢个双官嘅阴影咧就系由于呢个红焰煞星引动出嚟啊啊，咁啊呢个其中之一啦，咁当然佢自己本身都有一种双官嘅特性啦啊。好啦，咁啊，第二个例子啊，你睇下啦，壬戌年啊，己酉月，丙寅日元，嗱，丙寅甲寅日元，甲木见五火，记唔记得啊？系红焰煞星啊嘛，系咪？我都讲过。好啦，原来咧呢个咧男命甲木咧，同呢个甲己合，呢个人咧就好早结咗婚嘅，同个太太结咗婚啊。好啦，咁啊亦都系同太太咧同一时间工作噶，因为点解咧？呢、这个甲木嚟讲咧，系成个八字身弱格局，咁靠呢个人木去生呢个甲木嘅，咁所以咧呢、这个夫妻宫为用，咁所以呢个人咧就得到同佢老婆一齐工作，咁样咧喺工作当中啦，梗系搵到钱啦，因为甲己合啊嘛，啊官煞透而官印相生啊嘛，吓、啊、咁所以咧呢、这个人搵到钱，好啦，搵到钱之余啦，咁样啦吓，咁样诶，梗系有钱啊，梗系屋企需要請下啲工人啦，係咪？咁樣啊，庚金啊，或者係酉金咧啊，依、这個咧係代表依個甲木嘅子女嚇、啊、子女。咁依個子女要揾邊個湊啊？梗係要揾工人湊啦。工人就係食雙星啊，食神雙官星就係、是、五火。咁如果學過八字嘅朋友咧，就會明白火木生火，火就係佢個下屬啊。好啦，咁啊，依個小主人咧就要揾呢个工人凑，咁但系你都睇到啦，呢、这个甲见五有红焰煞嘅，有啲咩情况出现咧？啊，原来咧呢、这个甲木见到呢个红焰煞，呢、这个人同五又系相合嘅，合住咗红焰煞，即系证明咧佢啊同个工人有私情喺呢个位置喺屋企啊，咁仲有咧？分埋佢个太太嘅张床，系啊，因为人五相合啊嘛，合住咗我瞓咗落去自己个太太嗰张床，即系等佢太太唔喺屋企嗰阵时候，就同个工人姐姐咧搞埋咗一齐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原来咧请工人咧或者系咧睇下个八字咧，咦呢、这个工人俾边个管啊？哇，如果俾呢个男人管，呢、这个男人见五火就有工人啦。咁呢個工人就有紅焰煞，又合住咗我老公呢粒星喎，咁即係同我老公有路啦，咁啊要好小心啦，啊，咁啊同埋咧，呢、这個五火咧啊，又會帶咗呢個七煞星啊，七煞代表咩？七煞啊代表無情，但係亦都可以咁講喎，代表個人大膽啊。咁如果紅焰帶七煞啊，即係證明呢個人咧好猖狂，同埋咧對呢個性慾方面咧係好追求嘅啊，咁所以咧，金堂咧就要分享一下，原来红焰煞星咧系会对一啲家庭环境啊，经常系唔好啊。咁啊，尤其是啊，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就系话好多时啲人话睇八字，最紧要咧就系、是、多合啦，身强啦吓。咁、啊、凡系咧多合身强咧都要小心啊！啊，随时合咗红焰煞星嘅时候咧，就走都走唔甩噶啦喎吓。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女嘅觀眾咧，今集咧相當之實用啊！最緊要咧就係
盡快辦法咁啊攞到你另一半嘅八字咧，然之後咧俾星 Sir 咧參考一下，因為你知啦，我哋經歷咗呢個2021年咁多呢啲咁嘅圖色新聞，咁啊我哋都驚嚇我哋嘅另一半啦，唔係我啦嚇嚇，即係我驚你哋嘅另一半咧嚇，咁啊成為圖色新聞嘅主角之一噶嘛。係啊，咁好啦，咁下一集繼續請教星 Sir 啦。好多謝大家，拜拜。